体若，今天丁健来上班，你晚上不要安排其他事儿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行啊，那咱们把戴飞一块叫上。嗯，可以啊，要不是他呀，咱们俩什么时候遇见都不知道呢。那我们还得感谢他。可不是嘛，相亲不成，我还多了个得力助手，真的好好感谢他。那你想想咱们晚上吃什么，我先去忙。行，那我待会儿跟戴飞说一下。啊。哎，大姐。大飞啊，晚上下班了，不要安排其他事儿，一起吃饭。我怎么？你有事儿？没有没有，再重要的事儿也没有陪大小姐吃饭重要。行，待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。嗯，好。大飞，想到你干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不希望我在这儿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我这人嘴笨，我也不会说。不是，过来吃吧。再过来，坐这儿吧。我太难了。我还是坐这儿吧，方便可能烤肉。为什么只能做保安呢？其实说起来做保安，我以前我也在很多地方做过保安，但是我也受了很多委屈。我的梦想就是保家卫国，保安他也是保护大家的安全，就是大到一个企业，小到居民小区，他都离不开保安。你保安，保安，保一方平安，大家只有平安了才能行。你说的太好了，我都有点崇拜你了。崇拜不崇拜，我这个人直接笨，他们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你们不像话好不好？知道。对不对？你先吃。你说你干什么？喂，爸，哦，我在外面吃饭呢，先散吧。嗯，好，那我现在就过去。你们俩先慢慢吃，我这儿有点事儿，先出去一趟。菲菲，等一下你吃完，把他艾特送回家。好、啊。啊什么？交给你的任务。好，收到。行，那你们俩慢慢吃，路上慢点。好，快去吧。再见，大叔。其实我家就住这附近，不用送的。那不行，那送你是俺大小姐给我下达的任务，我必须得执行。难怪小慧姐总说你一根筋。不是，这不是一根筋的事儿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说你能做的，做你说过的，你都记住了。别，哪儿咋了？这那么多人。过去看看。咋回事啊？这是这人咋给地上了呢？看他这种情况，肯定是犯病了。犯病了？那犯病了还搁这看着，赶紧把他送医院啊！他脉搏很弱，必须马上送医院。送医院？你说的好听，像他现在这种情况呀、啊，弄不好就是专业碰瓷的了。啥专业碰瓷的呀？不要把别人想的那么坏。他现在这种情况，怎么碰瓷嘛？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呢？这还不是碰瓷儿？要不然你送他去医院啊？是啊，要不你送？我送就我送，这么个关系。接受所有的嘲讽，向着风，拥抱彩虹，勇敢的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坏。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打破一切恐惧，我能找到答案。哪怕要你的光，就驱散黑暗，就是所有的负担，不再孤单，不再孤单。爸爸。嗯。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没有认错人，你就是我爸爸。啊？你可不，我是孩子的母亲，
他认错人了。我没有认错人，他就是我爸爸。思佳，不要乱说话。我没有认错话，我爸爸之前穿的就是这身衣服。你爸爸也是做保安的？我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保安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见爸爸？爸爸，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睡觉？我和妈妈都想你了，你不想我们吗？我对对，你不是想爸爸吗？好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不好意思啊，其实买这个事情早在半年前就因为车祸离开我，他临走前最后就留了你一件这样的保安服，所以我孩子他每天晚上都要盯着那保安服很久，他跟我说妈妈，我感觉爸爸每天都陪在我身边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又让你想起了伤心的事儿。我感觉你人挺好的，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？什么忙？你说。我有一次孩子的父亲，我以前很久很久没有看见他这么开心过了。不是，我这个忙我可以帮你们，但是这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，我不能要。我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爸爸，我喂你吃雪糕好不好？好。庭中樱花落无风，谁不怜惜青浓，春去秋来四季空洞，留不住又何必眷恋残红。爸爸，你怎么哭啦？爸爸没有哭。对啊，爸爸还有工作，你要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好，爸爸，那你要不多陪我打电话。想起来越想动，卷起难平满无情动，红尘来呀来，去呀去一空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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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爸，你那边派的司机到了没有啊？我这边客户一直在催呢。啊，那行吧，那我去找爸爸。咋的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今天不是有个饭局嘛，喝了酒，然后现在那边客户一直在催呢。哎，我爸派来的司机也出了点事儿。那你要不你跟队长说要找个人来给我换岗，我给你跑。嗯，你不是没有驾照吗？不是，你上一次你让我给你洗车，你也没有给我钱，那我要是去给你洗车，我又得垫几十块，我故意那么说的。你这个人呀，那赶紧跟你们队长说一下，不说是我的意思，我先去拿钥匙。嗯，好。哎呦我的妈！菲菲，你干嘛呢？我在忙呢。
那也那就我命了。赶紧拿钥匙出门吧。